长征中，红军的哪两支队伍在湘江之战中全军覆没？1934年11月，红军渡过潇水，蒋介石立刻命令湘、粤、桂三地军阀部队组建新的封锁线，妄图依仗湘江的天险阻拦红军的前进路线，并对其主力围追堵截，并一举将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。由于敌人的布局失误，他们以为红军要进攻桂林，便将兴安至泉州的兵力调走支援桂林。红军总部趁机抓住这一机会，决定行军至泉州与兴安的湘江段渡江。11月25日，红军到达计划湘江段，开始搭建浮桥准备渡江，而此时敌人早已发现红军意图，已调集重兵向此地赶来。到了28日，中央红军各军团的先头部队已成功渡江，而负责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渡江的红五军团也在蒋家岭、永安关、雷口关等做好防御准备。此时界守到平山的共约60公里的湘江段是非常安全的，如果全军急行军，可以安全地渡过湘江。但由于总部的纵队负重较大，携带的物资较多，最终行军缓慢，从而延误安全渡江的最好时机。不久尾追的敌人赶到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开始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。到了12月1日，敌人的进攻更猛烈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红军的指战员与战士们视死如归，不顾牺牲，用尽一切方法与敌人展开搏斗。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，敌人的进攻终于被阻住，而中央红军在他们的掩护下也基本上渡过湘江。最后殿后部队也开始渡江，最终到了3日，只剩下红34师和红18团还在江边掩护部队，但是他们已没有撤退的机会，敌人已将渡江点全部占领。红18团在南木山完成任务后，为避免全军覆没，开始分两部分别撤离，一部在陈家碑被敌人包围，全部牺牲，另一部在团长曾春健的率领下突围成功，但最后在沿途地方民团的围剿中全军覆没。而红34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，已由起初的5000余人歼至500人，面对敌人的包围，师长陈树湘命令红100团长韩伟与他各率一部突围，韩伟部后在弹尽粮绝后跳崖，最后只有韩伟等3人幸免于难，而陈树湘部最后全部牺牲。湘江之战是长征中中央红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，虽然他们最终冲破敌人的封锁线，粉碎敌人企图将中央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的企图，但是中央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此战之后，中央红军由最初的86000人减至30000余人，其中红34师与红18团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安全渡江，最终全军覆没，这在红军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。